赶紧。 自从您涅槃归来之后，小神君就这么一直撑着，如今他神元耗尽，肉身消散，仅靠着元神剑的混沌之力才勉强化形，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活着。你为何在这儿？你说要找到所有人，大泽山山脉才能重启。 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两全之法。对不起，可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，束手无策。 我用血泪抹去离别，下一只陪着你。